莱坞演员汤姆·霍兰德与女友辛蒂亚因合作拍摄蜘蛛人系列电影而开始交往，两人感情十分稳定，更传出已经准备好要订婚。近期演员工会罢工，两人的工作也暂时停摆，于是一起出席了慈善活动，与贫民区的小孩打篮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是他们首度合体公开出席非电影的活动，凸显了双方的好感情。事实上，辛蒂亚先前受访时曾提及自己并不在意向大众公开私生活，因为她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想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，爱自己想要爱的人。虽然访问中只字不提男友，却流露出满满的幸福感，而且两人常在 IG 大方互动，隔空放闪的举动让不少粉丝纷纷敲碗，希望两人能赶快结婚啦。Bye.